今天要跟大家说明一下严肃事情，经过这段时间的相处呢，我们最后还是输给了性格不合。虽然说这段时间呢，我们其实也有努力想要各种去尝试，但是呢，我们确实是不太合适，因为你去哪？我都还没录完，你这水果放着干嘛？垃圾桶不就在这里吗？妈的，打电话，对，没吃完，没吃完，没自己这样，打电话，他俩是骗子。所以说，我们的性格其实是不太合适。好一套，记得哦。我刚才说什么来着？性格の不一致。